今年三月份呢，英国爆发了狂牛病的事件，那么许多的国家纷纷禁止英国牛肉进口。英国政府为了不让问题继续扩大，所以决定扑杀超过300万头的牛只。而在世界各地呢，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大量扑杀动物的事情。那么大量扑杀动物是不是太残忍了呢？我们佛教徒又该如何看待这类的事件呢？ 让我们恭请圣严法师来为我们开示。肉食的动物啊，是比较凶猛的，而人类啊，应该是有仁慈的。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呢，还有许多的人认为啊，人不吃肉不能过日子，人不吃肉身体就不健康。 可是不一定呢。吃素的人、中年吃素、终身吃素的人，一样的可以活得很长寿。所以只有呢，那一些受到肉食这个主义者，也可以讲是为那些呀、啊，这个肉商啊，做广告的、宣传的，觉得认为非吃肉不可。其实人类如果不吃肉呢，人类之间的彼此之间互相啊残杀的行为，互相啊仇恨的这种动作啊。 现象啊，要少一些。至于说，我们这是看到报章杂志讨论到英国的狂牛病而引起的大量的屠杀，可事实上啊，凡是养殖业都是一样的，不过是。 人家没看到而已。比如说，渔温里边的鱼啊，往往就是几千、几万、几百万条的鱼，一下子就把它杀了。这种情形是不是也算杀生呢？另外，这个300万只的牛啊，如果不是有狂牛病的， 嫌疑而被啊一事件呢，所集体来屠杀，就那些牛就不死了吗？那些牛就是肉牛哎，养了以后啊，就是准备上市场的，上屠宰场进人家肚子的。这是因为啊，平常杀牛啊。 报纸上没有看，这是屠宰场里的运作。那么，因为狂牛病的关系呢，就世界上啊变成轰动的新闻。如此而已，并不是因为啊有狂牛病啊牛才会死，没有狂牛病，牛啊、羊啊、猪啊那一些养殖的。 你就说农贸易所产生的杀生的行为，我想我们全世界啊到处都有的。英国养牛，美国难道不养牛吗？嗯，北美洲养牛，欧洲养牛，难道南美洲就不养牛吗？那只有我们台湾也在养牛，养的各种各样的牛。 有乳牛，有小牛，有肉牛。所以，如果啊，我们仅仅是看到屠杀狂牛啊，而升起恻隐之心，升起啊，所以慈悲心，这个是呢，也不错。可是呢，我认为眼光太小，太短。 视野呀、啊，太浅了，因为没有
屠杀那些牛，野狂牛啊，那些狂牛也是呢，一群一群的，每天呢进入啊屠宰场。那我们是养猪的，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？是哎，我们台湾养猪业现在蛮发达的。 中国大陆养猪业也蛮发达的，这些问题，我们站在佛教徒的立场啊，只能够说，劝人呢少吃一点肉，或者是能够啊不吃肉呢，这些问题就不存在。如果有一天我们不能不吃肉，这种杀生的行为。 是无法避免的。你说慈悲怎么慈悲法？如果说我们做一个宗教师、做一个佛教徒，看到说英国的狂牛被杀了，我们心里很难过，我们替他念经，为他们超度。那我们每天呢，在屠宰场里杀了牛，怎么样说？ 是不是我们呢？佛教徒专门为那一些动物啊，天天要念经念佛助念，要他们往生了。我们实际上啊，已经是做不成做的事。不过呢，人呢能够由于啊狂牛事件呢，觉得牛肉不要吃，吃了以后有问题。 其实，不是狂牛肉吃了就没有问题吗？现在的牛啊，吃的牧草，多半呢也可能是有毒的，因为牧草就是要用农药啊去养那些牧草，长那些牧草。还有猪啊、羊啊，它们的肉就没有毒吗？ 现在的养殖业养出来的那些动物啊，多多少少都带着毒素的，能够不吃，能够少吃，那才是啊真本清源的事。阿弥陀佛。